十秒后开始。OK， 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这次我要淘汰所有人，我依然要拿第一。虽然上一次操作中我失败了，我不是第一。上一次我是上一次我也是第一个死的，是不是？但这不重要啊，这不。啊！有人被淘汰了，这么快？肯定不是我，我站在这么高的位置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快就有人？不会吧？阿琴被谁淘汰了？这么快的吗？我的天哪！谁？八度。我的天哪，八度这么牛的吗？游戏区域内出现了两个道具箱，道具先到先得，天文塔跟精灵守卫。精灵守卫可以用望远镜观察，一旦被精灵守卫看到号码牌，则立刻被淘汰。但精灵无法离开天文塔。道具位置分别在西城门跟东城门，道具箱为黄色浅眼盒。OK， 我是离西城门，离东城门比较近，我要去吗？我要去吧，去吧。我如果拿到了一个天望远镜的话，我直接拿到望远镜，我超神，好吧，这个。走，路上不要说话。不行，我感觉还是不要去的好。因为什么？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这一次啊，茂茂提前有说这次道具特别的变态，所以肯定很多人会去。而且我离东城门还是西城门都比较远，都不是特别近的那种状态。这，哎呦，老吓我这个东西。我这次离东城门、西城门都不是特别的近，所以等我过去的时候，肯定已经有人在那蹲点了，像什么肥皂，肯定就已经提前到了那个位置，就已经开始蹲守了。所以。反而不能去了，在那一蹲守，直接提前拿到什么望远镜，直接，因为这次地图有很多这种高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是这么高的地方，像这种地方是可以上的哦，各位，像这种地方是可以上的，还有像我这种地方，所以说这一局很恐怖啊，直接被淘汰。我现在感觉就谁去谁被淘汰，真的就是那样，谁去到底想谁被淘汰，很恐怖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自从上一次我高密中得到冠军之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不淘汰人，像我这样你是死不了，但是你也没有分，懂吧？所以现在我有一个方式，就是我先不去，等差不多了他们都到了我再去。我的目的不是去拿道具，我的目的是过去高密别人，懂吧？我要去东城门。东城门的话，我看一下往哪边走啊？往那边走。西城门有点危险，西城门太乱了。东城门吧，走。决定了，去东城门。有密告者胸前将在六分钟后出现号码牌，如果想解除，所有密告者需要前往公园或庭院。不，庭院啊，在哪里？我在。或许带有自己名字的水桶，并取给精灵树下的猪精灵。完成后不会出现双面号码牌，不以红色光柱为精灵树的位置。我果。密告鬼人哥669，完了。